大家好，我是塔罗师这一书，占卜解惑说星座，就找这一书，情感困惑，事业迷局，让这一书用塔罗为你拨开人生迷雾，占卜规则，平静内心，想着标题上的问题，凭直觉任意挑选一张牌，牌面解读 A 圣 A 四，你现在的状态，谈不上是好是坏，但是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，目前在感情中，你并没有太多的幸福感。每当有焦虑等负面情绪出现，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。这张牌预示了不满足的状态，你无法从爱情中获取更多的反馈。不管你现在单身与否，你要应该给内心多一些独处时间，调整状态，寻求正确的发展之路。需要占卜的同学，加叔的微信 JSHU33B 星 B9 抽到这张牌的话，其实你目前的感情状态还是不错的。也许你忽略了那些细微的小幸福，要懂得知足，不要操之过急或者胡思乱想，看你怎么去把握收获和付出二者之间的平衡。现在是前往未来成功之地的基石，加油！需要占卜的同学，加叔的微信 JSHU33C。 宝剑五牌面显示的是混乱的战场，你也许获得暂时的胜利，但是可能会失去更多。这张牌也预示着纷扰和争吵，提醒你要做好情绪管理以及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。明显看来，你现在的爱情状态是非常紧绷的，不稳定因素太多，到头来伤害的可能是你自己。需要占卜的同学，加叔的微信 JSHU33B。 截至牌面是爱的天使手持圣杯，代表平衡转化，你的爱情状态对你自身是有利的，也许幸福就在你身边，需要你更加细心的去感受发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，你也将迎来幸福。当然，这张节制牌预示之下，这种变化可能会很缓慢，重要的是平衡好自己的内心。需要占卜的同学，加叔的微信 JSHU33。